吃快餐，不要煮饭了。真的好看，等都拿到了的烧烤，这么快就可以吃了？闻到香味了吧？嗯，我还想吃快餐，我都不想做饭，没胃口。快餐有什么好吃的？吃了几天了，我都吃腻了。吃这个，尝一下你们江苏的香肠，切2根啊。可以。没胃口，我都不想做饭。吃这个，我来做。这个香肠是小姑送上来的，昨天还送了一个猪蹄给我们，猪蹄都还没有吃完，这几天一直没什么胃口。只要看到这个肉类的东西，我就会有一种好恶心的感觉，真的就跟以前怀孕时那个孕吐一样。那个猪蹄是很油腻的，这个不会，吃了还想吃。今天难得放个煮饭，我也好久没尝你的手艺了。小心不要把手切了，乌鸦嘴，真的要当心你的手哎。不要。我们江西这边的香肠都是晒的，跟湖南的不一样，湖南的是熏的哈。熏的也好香。像湖南那边的香肠都是熏了那个很多很多那个黑灰，是不是很黑？所以要想吃一个香肠特别的麻烦。一方一竹。又吃了一次了，多吃两次。好香啊！我也闻到了，感觉我都没有恶心的那个感觉了。加点那个蒜叶子，哎呀，我们现在都吃不了辣椒，所以今天的菜也特别清淡。尝一个，嗯，哇，真的好香啊！火锅。OK。昨天我们做的猪蹄，没吃完，好黑呀、啊！看，酱也放多了，跟木炭一样。不是，是那个焦糖熬的菜心菜的。啊，哎，我突然有食欲了，胖哥。那快吃饭吧。我们的那个香肠，我还真的挺想吃的，今年还是第一次吃香肠。来，吃饭吧。今天的菜非常丰盛呢、啊。加了2罐辣椒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段时间吃的清淡呀、尝一下胖哥的手艺啊。还蛮好吃的。是吗？好吃就多吃一点。还是这个香肠最好吃了。嗯，是比较下饭哈、啊。你要不过来厨房，我可能就想吃快餐了，我不想吃饭。快餐还有这个好吃啊！我没什么胃口，我主要是给你们交换糖。多吃点菜。这猪蹄真是可以了。但是好吃，黑是黑了一点。多吃抵抗来，力也猪更蹄子好。啊，胖哥，我等一下吃啊。减肥。等一下我吃2块。我不减肥，谁说我减肥啊？香肠真棒，就是好。多吃一点，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。没啥不吃的。努力吧。给我年以后，让我牵着手。